非常的开心。还记得在五天前，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个遇到一个礼拜六的一个晚上，哇，人妖啊，看到啊，我们等一下会在这边坐车子抵达到机场。那今天的飞机是7:30坐阿酋航空，所以这边很优雅，还是好棒。我们今天下午会在这边再稍微待一下，拉纳卡的广场，非常的 enjoy。现在背景音乐有没有听到？这是整个塞浦路斯文，他介绍他们的新闻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滨海大道，这个雅典的 Eastern Avenue 的部分。前面是公车。其实这边随便停车应该没看到警察了，大家特别注意到安全就可以了。我们会绕一圈，然后再绕到那边的悠哉的过了这边。在前面的右手边有一个叫 Meeting Park， 应该也是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来到这边吃的午餐，一个非常的好吃，像肯德基啊、麦当劳啊、TGI Friday 啊，而且这边买了一个Starbucks 的塞浦路斯的杯子，欧元9.35，也是非常有特色。今天现在的时间是刚好1点，我们大概是10:30，10:30从最东最整个塞浦路斯最西边的一个城市叫帕弗斯，现在来到整个帕弗斯的最开了2小时，来到最右边的纳拉卡的城市，前面有点小塞车了。接下来我们稍微绕一圈整个纳拉卡的城市，是在海边最漂亮的地方，我就让还车了。哎，还好有保险，不过这是有备无患了。有些人为了省钱啊，没有保险，那我觉得就很不好了。这边虽然租车最小的 Kia 的车1天20块钱，比机场便宜2块钱，但是方便。原本想要坐公车之旅，现在变成是坐开车之旅。